大家好，欢迎走进疯子说体育。这期呢，我们来聊一下下午的中国女篮和美国女篮的世界杯决赛。这场比赛呢，我个人认为中国女篮还是会一如既往地打出自己的风格，很有可能从美国女篮手中抢到这个冠军的宝座。很多人都不看好中国女篮在决赛中啊能够走得更远，能够战胜强大的美国队。但是我认为目前的中国女篮已经在信心上已经爆棚。其实，在小组赛时，我们和美国队。打过一场，当时也是14分仅仅输掉了14分这样一个差距。其实上届世界杯我们和美国队打也是输掉了12分，但是目前的这支球队要比上届世界杯那支球队要强大的太多，特别是从心态心理上我们都已经非常的成熟。那么在这样一种非常理想的情况下，我们和美国女篮的这场决赛正规指导应该是毫无保留。现在关键就是看李梦上不上场。从昨天李梦所发的视频来看，他说明天决赛见。我个人感觉呢，李梦就是今天肯定能够上场，不管是首发还是替补，李梦肯定会出现在场上来帮助中国队。那么当然，李梦这一点非常关键还有其他，你像后卫的组合杨利伟和王思雨的发挥也是非常的关键。因为我们之前按实力对比来看，我们的后卫和美国女篮还是有一定差距。但是呢，王思雨和杨利伟在这届比赛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，已经将这种差距弥补的差不多了。还有呢，内线方面，韩旭李月汝依然是很强的点。当然，我们更加认为韩旭在这场比赛中会承担更加重要的责任。李月汝的速率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慢一点。我估计呢，李月汝还是首发，然后呢，韩旭还是要打很长的时间。当然，这对于韩旭的体能来说是一个考验面对美国队的队员的身体素质，韩旭本身自己的身体还是比较单薄对抗上可能略显吃亏。但是我相信韩旭的高度能够在这场关键的比赛中起着关键的作用。那么整场比赛呢，我觉得中国女篮还是有机会拿下美国队的。特别是我们在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，一节单赢美国队10分这就让我们中国女篮看到了希望。虽然说最后小组赛我们输球了，但是正规指导收获的远远比输球失去的更加多。所以呢，希望今天下午中国女篮能够战胜美国队，能够创造中国篮球的一个历史。好了，这一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